介绍介绍自己啊。大家好，我叫黄守成，来自山东省威海市塔山小学五年级。我的爱好很多，踢球、玩陀螺、看书。我最喜欢的是写字，没事的时候我就爱在纸上写。我有一个绝活，那是我能瞬间说出任意四个汉字的笔画数。马东几画？八。汉字英雄几画？31。哇，我的个娘啊，这不得了。于丹几画？啊，于丹7。高晓松呢？28。哇，天哪。张一武老师的怡你知道是哪个怡吗？颐和园的怡。颐和园的怡你知道吗？哦，知道。张一武三个字。那28。是吗？我觉得应该比那个多点啊。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。多一话29。28。对啊，问他一个跟咱没关系的。跟咱没关的啊。刻舟求剑啊。刻舟求，知道这个成语吗？他五年级，你还得知道。30 30。1 2。刻舟求剑。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。真是30吗？真是30。我的个娘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刻舟求剑他怎么能一下说出来？你来试。一目十行。14。毛主席。19。爱奇艺。22。神奇。那这样啊，鼓掌。这个徐财富。没见过这样的神人吗？这样，守成见过一次就知道了。哎，我们三位老师决定你直接过了。你也甭写那些字，就直接让你过了是吧？这样，守成，你今天一个一个字去遇，我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字多少画，然后你再写，行吗 ？OK， 可以吧？来，请你转身走进小孩第一宫。哦，哎，这是小学生，别考人太难了。来，请听题。守成，请写出戈壁的戈。四华。对，马东让他先说。但是有一点，他认字一定比同龄人多，要不然他脑子里那个形象都无法建立。戈壁几华啊？20。我的天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来看正确答案。太厉害了。请你走进下一宫，请写出乳辈的乳。乳辈指你。哦，六华。这不服不行，这事是吧？有这么儿子挺来劲的。来吧，看正确答案吧。人家连玩都写出来了，咱就不较劲了。没说的。来，请走进下一宫。